们那个怎么唱来着？哎，那个主题曲吗？对啊。哎呀哎呀哎呀！我当时每一天都听，我每一天都在，然后我就很期待你们节目播出，然后我就在飞机上下载下来之后看。对对对，但是拿什么？主题曲。主题曲，你喜欢主题曲？我觉得很好听啊，很上头哎。啦啦时间啊，哒哒，我们一起闯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色彩，妈呀，这真。但我觉得所有最上头的还是那个。Pick me, pick me up, pick me, pick me up, hey。嗯哼啊，滴答八年多年，拼命拼命啊不拼。你们那时候也很累吧，对不对 ？Yeah， 我。你不是去了吗？你是去的第二季是吗？我是去掉我太想去第三季了。你知道我想帮谁唱吗？我太想去了。去早了是不是？那也不是。如果我上一季没有去，我去了这一季，那就没有国王这个舞台了。为什么不让你们团的人来飞行啊？飞行是什么？就是来桃花坞啊，来玩。我带着大私心问拍拍。大心什么？大私心，你可以叫米卡来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很喜欢他。看节目的时候我就很喜欢。这段别播了啊。把这段播了吧，我的私心。拍拍现在是18岁。Yeah。你生日是几月份？10月20号。你十月哦，对，我们好像聊过这个事情。你在这演啥呢？你为什么要10月20号？你俩生日很近。不是，我记性真的很差。我生日几号？每一天都是你的生日。好朋友，没关系。我记了，因为我脑子记性不好。我跟你说，就是我的问题。9月16号。其实我第一期的时候，我跟雪琴就我们俩的那个矛盾，然后他抽嘴巴，有点激烈啊。我忘了他当时的话是怎么说的了。其实我是特别怕伤到你们新来的人。我明白了。我怕你们不知所措，就是我会觉得是一种害怕，其实，就是我不熟悉这个地方，就是他到了这个地方，他就想去做一些什么事情，就是、对他，其实在释放自己的紧张也会。汪苏泷说：“心已经去了，身已经睡了。”但是他们真表现好。我说老实话，龙龙、雪琴和拉木，咱们给汪苏泷唱，你就唱一点儿啊，大家看能不能把它勾引来啊？预备起，你就是我的小星星。对，好，14秒到。你有算过你其实真正的篮球实力在桃花坞排在第几吗？第一啊。第一，倒数的。哼，让正数。正数，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。没有正数。啊？还没有对手，来，请回放。进不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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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不了。K.O. 这就是王鹤棣的故事。这个是什么？就是你的 your hat like this， 杨啊。你别说，真的。就是意思一下。姐姐们费尽心血做的。谢谢。你说，哎呀妈，你说你不带，你说姐的心就是要这样，就是这样，你要嘎巴一下。那我这样，你再做一遍，你再做一遍。这样就嘎巴。这样，我再这样。好。你得滴点胶，那个胶。尝一下。OK， 可以拿发胶。来，弟弟，你看看你的啊，哎，人间小可爱派派，人间小可爱 means you are the the most lovely people in the world。等一下 ，people 是 plural， you have to speak singular person。啊， you are the、yes. lovely person。Oh, thank you.